说你真正修行八万四千法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我们要相信。关键是你会不会啊？所以祖师常常测验学人，你会吗？如果要会，法门就平等，门门都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。关系在会不会？那什么叫会？许多同学知道，我早年跟大德大师，我跟大师第一次见面，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法通过方东美先生的介绍，我明白，确实是真实智慧，是世间大学问。我问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起无境界？张家大师告诉我，看得破放在下就能入境界，看破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叫什么？放下是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就成佛啊。那么这三桩事情，就是佛经里面常说的三种烦恼啊，烦恼无量无边，不外乎这三大类。能够放下执着，就能证阿罗汉果；放下分别，不执着，再加上不分别，这就是菩萨；再能够放下，不起心不动念。把起心动念放下，那就成佛了。你认不认识字，有没有学过经教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，他给我们表演19岁舍弃王位。